叶怡金等18人临时提案，台南市升格为直辖市后，行政院要求自104年起接管办理中央管河川区域排水业务。然而，在财政收支发分法及相关配套法令尚未通过以前，目前台南市属于中央管6条区域排水，经费有限，地方经费有限，建请中央能续予办理。四整治完成后，再由台南市政府予以接管，是否有当？敬请公决。